啊来去甲甲请，请来台湾来照顾咱四大人，啊咱就安心来上班啊，对无？啊你娘来做阮两个月，讲伊歹做啊啦，啊就骗老大人，就骗咧，啊就走去北京啊啦。啊你这要安那？这老大人啥物照啥物照顾啦？啊娘话，那是结婚那是安尼，到倒一个流才该死啦，去着这个法啦。啊娘过通过，啊娘话安尼哪对啦？你倒无四大人吼？小英总统听到无啦？小英，啊娘话，总统啊，小英总统。派一个民进党党部人来找我了，当讲啦，要几炮？我是一间工厂，我今百几个人无差钱，我都讲歹做歹做，你换头家换头家，我算了，我今年我无差。咱评估伊来上啥？厂工免该叫伊。台湾的外劳有两种，一种是厂工，一种叫看护。我讲的看护这个我较无了解，因为我嘛无请看护，我就较无了解。啊，今日就是有一个看护一边的协会人甲我讲，是看护的问题。看护的家庭吼，请外劳啦，加再请十个，加再请20个。即款代志大条啦！政府你竟然连即款看护工嘛会使，我代志主动换头路的。安尼话，政府你是怎对唔对啦？我本来嘛唔相信，我卡入去问我外劳的这中介搞讲确实是安尼。即款外劳就是啥呢？咱安尼连欠长内都提前好啊，去找迄个名额，咱才找名额去听。啊来去甲请来台湾来照顾咱四大人。啊，咱就安心来上班啊，对无？啊，你娘来做阮两个月，讲伊歹做啊啦，啊就骗老大人就骗咧，啊就走去北京啊啦。啊！你这要安那？这老大人啥物照顾啦？啊娘话，那是结婚那是安尼？你讲哦，工厂的厂工哦，兼工课就算了。哎，看护哦，兼主人嘞，你才做官呀、啊？你这委员呐、啊？你敢讲无是大人？啊！你今日话这代志解决，我来讲话就惨。后摆你老恁就用着看护啊啦。那有迄看护工做到中昼十分就走啊，讲无来啊啦。啊，走去倒？讲要换一个头家啦。我这阿伯啊，啊六西六月我卖啦。啊，走追无？无追哦。找谁都有谁，我老中介讲我要换一个老板呐、啊，啊，我老中介讲甲揣嘛，揣北京个，啊，我这边这家好，这家好，哎呀，白啊嘞，上无啦，就咱都叫食人个头路，是咪讲你要歹做，你也头家死头路，你也头家讲，就写一个什么离职申请书，你也做一年，你离职申请书要提早往过人讲，啊，你做两年要提早往过人讲，咱头家要人解雇嘛，先提早人讲，安尼啊，为政府啊，啊，你遐外路有死法无啦？你遐外路你嘛爱害，你嘛要害逃退，哦，你外路你嘛要害休什么七工？什么特效？你外头你嘛爱劳健保，逐个拢害拼个搞，哎，免劳资法哦。这到底是啥物人帮这外头离到这大？我知影因中将哦，去年啊、去年啊，佫无这项条例啦。到底是你才该死啦，去着这个法啦。安尼还佫会通过？安尼话安尼哪对啦？你倒无是大人吼？小英总统听到啦？小英，安尼话，总统啊，小英总统。派一个民进党党部人来找我了，后当讲啦，大家来谈一个嘛。雇主甲外劳苦读嘛真济啦，讲真个啦。啊外劳哦，甲雇主等在路边拍伊头，直接耍手机啊嘛真济啦。但我感觉一回事，政府是法令，唔是个人的行为呢。你政府哪会使外劳安尼做啦？看护头牌不能补人，对啊，就是真奇怪啊，对嘞。啊你外劳怪老头伊嘛是一个重大的问题。台湾的外劳头上济，大概外劳吼拢会小报啦，卖做来走出外港有钱啊。哎呦，啊我去做外港，要回去，无要紧啊，你时间到去自首，你想要回就回去啊。啊，敢免判刑，免啊，爱罚钱哦，免呢。做歹代志拢无代志的，总统啊，你有听到无啦？立委啊，立委伯啊。啊，娘话，大家振作起来一下无？为老百姓先发一下声，敢会使？外劳逃走，你袂使在这样怪起这切雇主面顶，安尼实在是唔对啦。外劳该阿伯偷点钱，摕点物件，摕点金就走啊啦。啊，走好了，即摆阿伯你该死啊！你个外劳吼，还明仔载后日抓到，哎，你个人你个名也着搁继续搁请别人。啊，你吼无抓到吼，半年来你袂使搁请别人。政府啊，安尼敢对？我个外劳甲我呛讲哦，老大，甲我呛讲大哥老板，我这个月十号吼，还无加领两万块，你袂要逃逸啊？我外劳就是爱甲我呛，我你早逃，你做逃逸啦，报警也无效啦。叫中介来嘛无效啦，伊讲咱外面走拢无准算啦，时间到钱领，伊薪水领就走，走啊、哦！政府搞了大反，好、哦，你这名你这名额无啊？你半年来袂使请我了，安尼啊？话你搞什么关系啦？我系外劳，敢要强下叫咩个加钱啊？无你讲咩啊啦？啊，我敢无借老几万钱哦？今日是我来洗头路呢，今日是偷走的，你搞什么关系啦？